男朋友做乜今日带我嚟踩单车啊？阿女朋友，你成日都话想出身汗做下运动，乜今日咁好天，梗系嚟踩下单车啦！咁啊太好天啦！唔好讲咁多，走啦！喂，等等啊，大佬！踩单车唔一定要去大埔嘅，将军澳都有。喺将军澳体育馆对面就有单车租，单车铺老板就会话你知点样行。过对面马路就见到单车径，沿住单车径踩，好快就会见到将军澳海滨公园噶啦。单车径路面算阔，冇咩车都几好踩噶。沿住海边踩单车都几超噶。男朋友我饿啦，我早有准备，跟我嚟啦。呢间酒店最近有个入住优惠啊，一晚房价包埋自助晚餐同埋第二日嘅早餐添。哇，估唔到你准备咗咁多嘢啊吓！我准备嘅何止啲咧，仲有好多 surprise 俾你噶。咁等我换咗套餐先。Go！知你中意食呢个抹茶甜品，我预备咗成个 T set 俾你。好正啊，真系好靓啊！快啲帮我影相。好啦。原来这个 tea set 是用了日本老字号的抹茶粉，每一口都有香浓的抹茶味，超啱我这些抹茶控啊。吃 dinner buffet 之前回房休息一下先。 mini bar 第一轮是免费，厕所干湿分离之余还有浴缸，在这里还可以望到将军澳区内的市景。自助晚餐由六点半开始，今个月做紧泰国和越南的主题。甜品当然不少得榴莲啦。你既然咁中意饮 cocktail， 不如上酒店吧度饮翻杯啦。呢个位睇夜景都唔错噶。男朋友，呢个酒店优惠贵唔贵噶？平日入住都系1600蚊起，包埋两个人嘅自助晚餐 ，buffet 每位都要560蚊起噶。第二朝仲可以食埋早餐，先慢慢 check out。自助早餐都有好多选择，有齐中西式，仲有自选面包添。